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。这一天就来临，权力开始狂奔，权力开始变身，权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权力开始奋战，权力开始瞄准，权力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把命运感动，不惜一切代价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权力出界的那个我，拼去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圣洁的爱情中无奈，但这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，尽管无限的力量就冲破困境，用神话把邪神你都击败。前两天你跟我说的事，我还没回答你。现在你想好答案了？没错，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的建议，我们是和平分手的，不是劈腿，也不是感情危机，只是不合适。对，是我的问题。不，我也有责任，所以我们做不成情人，就做邻居，做朋友也挺好的。你真的这么想？是啊，跟前男友做朋友是我的传统，我可没有跟前男友提要求和添麻烦的习惯。那我们以后还是朋友？当然，当然是朋友。今晚的月色真美。大概是你的眼睛和我的不一样吧，所以能看到月亮。是啊，只有我能看到月亮。那我回去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流浪老人收容所里三个月前收留的一个老人，特征和您说的吻合，左手手腕上有五个指印的伤疤，但那个老人一个月前被他的远房亲戚接走了。我去查了留下的家庭住址和电话信息，都是假的。吃饭吗？我家门铃坏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按过的。那你该知道没人在家吧？对，幸好你的密码没有换，否则爬窗户的话
显得很像私闯民宅。就算知道密码，你这也是私闯民宅吧？报警吗？就说你的邻居朋友菜买多了，知道你收工后会饿，所以用密码开门，给你做了一桌子菜。你觉得这种行为是私闯民宅，让他们来抓我？不报警就吃饭。要是在我身边打转，迟早会知道我怀孕的事。我一定要跟他划清界限。你一定很忙吧？待会儿冯东东就来洗碗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不忙。大哥，这是逐客令，听不出来吗？就算不忙，也要假装很忙啊。你心里在骂我？你计划出读心术了吗？我开玩笑的。看来你真的在忙。谁回到家看到自己的邻居在家里做饭，都会想要骂脏话吧？那你说说，你希望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邻居？比如对方不在家的时候帮忙收一下快递啦，顺手帮邻居浇一下花园啦，做了什么好吃的端给邻居一碗啦，这样就很好了。好。好什么？对方不在家的时候帮忙收一下快递，顺手帮邻居浇一下花园，做了什么好吃的端给邻居一碗。天哪，薛灵乔，你是薛灵乔吗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你的口头禅不是不行、不要、不可以吗？不可以吗？非常可以，继续保持。别坚持，救命！我正在被人类追杀。
我到了。拿套房看了吗？小 kiss。拜托了。放心，演戏我可是专业的。可能是前台搞错了，怎么能让我入住没退房的房间呢？哎，这是我男朋友开的房间，约了其他女生。哦，那我能用房间的电话打个电话到前台换房吗？演技太差了，这位小姐，你就是云珍约开房的女生吧？说吧，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男朋友？开个价吧。演技差，这位小姐，侮辱人也要有个限度。你见过怀孕四个月还出去跟别的男人开房的女人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在楼下查过了，这明明就是我男朋友。看男朋友？什么样的男朋友会背着女朋友在外面开房啊？我要是你，我就用剪刀把他那不争气的东西给剪下来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。我家里还有个女儿，跟奶奶嫌弃是女孩不肯带，都三岁了还在穿纸尿裤。我躲避这次要是争气生个儿子，看他们老徐家不把老娘当祖宗供起来。这位小姐，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，男人把我们女人当拉磨的驴啊！我怀了孕还要出差，这次又在飞机上传染上了流感。这位大姐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搞错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出来吧。你这个妖怪怎么这么怂啊？被女人追得躲衣柜了。妖怪又怎样？我既不能在他面前暴露身份，又不能揍他。那你连站在他面前都不敢啊？他也是妖怪？他比妖怪还可怕。这个女人的属性很奇怪的。虎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。他单方面的不肯跟我分手，我每天都要后悔一遍，当初为什么要招惹他？自作孽不可活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当然有事。我想过了，既然你要跟薛灵乔一刀两断，不要她的孩子也好。但是你的身份太敏感，肚子里又揣了个怪胎，普通的医院怕是会引起轰动的。哎，现在不是流行女明星去国外学习吗？你也去一下。我选了几家国外的私人医疗机构，有我的血液保驾护航，能保证你立刻恢复。可是我没有签证，去办一个就好了呀。而且我的肚子看起来这么平，也许真的要怀三年呢，也没那么急吧。这种事情当然要快刀斩乱麻，难道留着过年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很反对我不要小孩吗？怎么变这么快？因为你将来是要做我老婆的，生我的孩子就好了呀。你果然是海绵。海绵？什么意思啊？海绵在地球上生存了六亿年，在进化过程中
完全丢掉了大脑，也没有任何神经，想活下去，只要过滤海水就好了。哎呀，你行了，行了吧？你自从买了一个水族箱啊，最近变成海洋科普老能手了。哎，过来看看，你女儿被一个破综艺强迫下车了，你还有心情养海绵？哪个节目让妹妹下车了？哎，小心我的模型！你去大马路啊，大马路可不涨房租啊！哎，喂，伯父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那个双胞胎哥哥是怎么回事？你都做了妹妹的助理了，让妹妹下车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下车，是暂时不发通告而已啊。这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是田小姐的身体可以正常录节目之后，节目组会继续发她通告的。妹妹生病了。哎呦，冯栋栋这位同志，你们老同志都是了解的，嘴巴大又夸张，给他一颗瓜子，他能给你们说出一地的向日葵。我就是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比较容易累。你们看，我这不是挺好的？伯父伯母，请喝茶。这妹妹的脸色好像有点差呀，苍白苍白的。你看看那两个眼圈，一条遮瑕霜都遮不住啊。你看，她那头发那么干燥，而且还黄黄的。哎，啊，这是今年的流行色。叫亚麻色，染的。哦，亚麻色，染的好，染的好。不过我听人家说，染多了好像对身体不好。那朋友圈的文章啊，都说这容易得癌的。跟你说了多少遍那个朋友圈的事情？这怎么？尤其是写那个什么呀，为爸妈收藏。哇，看得我都惊呆了。还有专家说的，不看就完了。像这种标题的，千万别看。喝凉水都得得癌症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前两天就看了那个文章，本来就是说他写那个，啊，老田，邱美云女士，你们俩要不要回家聊啊？哎呀，我们还不是担心你嘛。现在的女孩，一个人在外面一旦失恋了，就喊得要死要活，就干嘛？哎，这什么年代了？小年轻失恋算什么？最倒霉的是那种分手了以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哎呀！哎呀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来，让我看看，让爸爸看看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开门呐！这伤口不处理会感染的。那这孩子这么古怪，到底像谁啊？何总伯伯，你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待会我会帮田小姐找伤口。你照顾好妹妹啊。哎，老田，之前那不是空着呢吗？现在住进人来了。啊，刚搬过来不久。哦，云云，你看他那个花园弄得多好啊，那个树多漂亮。真的呀，我们也弄过。好啊。哎，栋栋，这家人都是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有蚊子。蚊子？蚊子，蚊子。你家这么大，卫生也不好打扫的。你这身份也不好叫家政，而且我暂住田小姐家对面的话，田小姐用我也更方便呀。我倒觉得田静之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你之前住在城西，每天来这里要坐十几站地铁，再倒一趟公交车，步行十五分钟。可是你是做助理的，田静之一个电话你就要过来。这么看，只有你自己省时省力省钱，简直不能更方便了。大乔哥，等等，
我不是邻居大哥吗？虽然有些人是白眼狼，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次就算了，这间朝向不错，给你住了。大强哥，我爱你。Mystics party tonight.我醉一个月。为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啊？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喜欢独来独往，不想加入你们 S 组织。强扭的瓜不甜啊，大哥。就算一定要来招募，不能派个前凸后翘的大美女来吗 ？S 组织，薛灵乔。你跑我家来揍我？我不是来这里找你麻烦的。我来这里是想问你点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不让我追天津直是不行的，我看上他了。虽然不是这件事，但是这件事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。你看上谁都可以，他不行。你还对田径直余情未了？不关你的事。那就是了，你还喜欢他？我们公平竞争，我跟你竞争什么？他喜欢的是我。你这人脸皮真厚啊！喜欢你怎么了？你们都分手了，只要有更优秀的男人出现，他随时可能会爱上别人的。你在说你自己吗？你过来，干什么？你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大白天要拉着窗帘吗？没兴趣。不行，你一定要知道。你现在拉开窗帘，看窗户下面。
这是那个什么 S 组织派来监视你的人？不是，她叫叶美笑，我的前女友，是我300多年来遇到的唯一的对手，简直就是超大号的狗皮膏药。我跟她说分手，她明明是名牌大学毕业，还是中文专业，可是好像完全听不懂汉语一样，还整天跟踪我。不好意思，这位美女。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男朋友？开个价吧。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男朋友？开个价吧。开个价吧。我现在一摸到美女们的手，耳边就自动回响，开个价吧，开个价吧，开个价吧。我对你的感情生活不感兴趣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真的有很多女人喜欢我。我对这个也不感兴趣。我一个人生活了500年，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同类。我今天来这里，就是想知道，这世界上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基因突变人？不过，你好像已经给了我答案了。S 组织，就是基因突变人的组织吗？是啊，不过他们都不叫自己基因突变人，叫超级人类。这组织是干什么的？只是超级人类聚集在一起，相互帮助的组织而已。你想，你500年没有遇到同类。大家体质特殊，在社会中生活都要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，就算是跟同类打了照面，也不知道是同类啊。那他们是怎么找到同类的？组织里面有个叫蝙蝠的，进化的是大脑，很聪明，只有不到200岁。蝙蝠就像有雷达一样，通过对比各地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，筛选出关联人物进行比对。就像蝙蝠找到我，是因为我卖掉200年前女朋友送的首饰。进化大脑，对啊，都是基因突变来的。不同的情况下，好像会有不同的进化。但大家唯一的共同点是，血是万能药，也不会死。那你为什么不加入？你是不是傻？你享受权利就要付出义务啊！我的漫长人生中，只容得下美酒和美女。什么责任感？什么保证族群壮大？我才没兴趣。想想吧。关于我的事，你没告诉他们。我干嘛要告诉他们？那就好。不过，你跟田静植这种公众人物在一起这么久，说不定已经被蝙蝠盯上喽。是这家的邻居，他不在家的时候都是我帮他签收的。哦，那你帮忙签个字可以吗？好，这里。谢谢。亲爱的老婆，今天也要想我哦。Love from 云真。那束花。
都是。花里好像有附带卡片吧？没有。哦，那我看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一套哎，我是在不撞衫家买的。我也是，我大多数时候也是穿 M 码的，你懂的，胸围可能有点紧。你男朋友吗？不是不是，他是住在21栋的邻居薛林桥，哦，他是23栋的邻居白露，我们俩的衣品很相似哦，可能上辈子是姐妹吧。白露你好，我们是邻居，以后要帮忙尽管说。你会修水龙头吗？会。走。啊！改锥。哇，不愧是之前开书店的。田小姐，可乐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你这房子好大呀，你爸妈平时不来住吗？我父母已经去世了，我是独生女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已经是蛮久之前的事了，我都快不记得了。那你其他亲人？没什么亲人了。嗯。对了，你家罚单贴到我家门口去了，现在滞纳金很夸张的，你最好上网交一下。洞洞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洞洞，你们有来往？对，没想到洞洞也是一个黑客。我们可以交流一些有关于电脑安全的问题，还有如何编写伪装墙的木马病毒。洞洞那个便便侠的病毒有一些缺陷，我帮他完善了一下。他这么聪明，做助理真是可惜了呀。对，可惜了。生料袋在哪里？我去找。这位大姐到底会不会聊天？汇报一下情况。我们负责监视失踪人欧阳慧的丈夫，没有发现异常。你之前不是怀疑他跟下属有婚外情吗？那是个乌龙，他下属不喜欢男人。小杨哥，要我说，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妻子失踪了，还能正常的上下班，一点不着急的样子。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妻子失踪了，天天借酒消愁，以泪洗面就合理了。他要做的是有担当，找人是警察的工作。队长，我有个提议。嗯。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和张玉仔不要再假扮情侣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连个手都不让我牵。后来不是签了吗？你手心里那汗出的，我到现在都是一手的泡菜味。糟了，泡菜！上次外公给你拿的亲手腌制的泡菜，一直落在我车上，忘了给你送过来了。冰箱里有饮料，自己拿。
好。当警察也不用这么拼命吧？我母每次打电话都跟我哭诉，让我叔叔你，赶紧找个女朋友。我妈可能对咱俩的关系还抱有幻想吧。只要你没有幻想就行了，咱们俩这辈子注定只能做姐弟了。姐姐都没谈男朋友，弟弟就更不用着急了。哈，你还学会顶嘴了？哎，咱们俩之间可不玩那种30岁你未娶我未嫁就凑合过日子的备胎游戏。遇到警花你就娶了吧，别太挑。知道了。薛灵乔没有再联系你吧？你找他有事儿？哦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他。要是没联系就算了，最好没联系。不只有联系，我还怀了对面老薛家的孩子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外出最好别落单啊，多留个心眼。那三起失踪案都没有接到勒索电话，基本上可以推断那三位失踪者已经遇害了。我们怀疑是有连环杀手作案。每次遇到你，我都觉得画风突变。我们的生活明明是浪漫偶像剧，你一出场就变成了香港刑侦片。没有突变啊，他们其中有一个是做微商卖面膜的，他的客户都是女明星。你没在他那儿买过面膜吧？小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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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啊，你醒醒啊，小侄，小侄。你好，这里是120急救中心。先生，抱歉啊，今天柠檬芝士蛋糕卖完了，你可以看一下那款草莓的，也很好吃啊。我先请示一下。你女朋友可真有福气。给我妈买不行？喂，田小姐。草莓芝士蛋糕可以吗？小燕哥，小侄在客厅晕倒了，我已经叫了救护车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赶紧过来吧。不是，小燕哥，田小姐只是没休息好睡着了吧？睡着了会叫不醒吗？上一秒还在跟我聊天呢。不是，小燕哥，田小姐最近经常这样，睡醒了就好了。经常这样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小燕哥，田小姐是明星，叫救护车很麻烦的，回头娱乐新闻又要乱写。是娱乐新闻重要还是身体重要？喂，小燕哥，要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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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田姐要是被送去医院，肯定会被抓去做研究的，大小哥也会被曝光，然后我就失业了，住的地方也没有了。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呀。这边，哎，这边，快快快！门怎么锁上了？密码是……这边。病人呢？不是说晕倒在沙发上吗？小侄，小侄，小侄。在二楼。小池，小池，听我回话。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宝贵的，你是不是和女朋友吵架了呀？她可能在里面晕倒了。小池，我撞门了啊！
不过是一种过程，眼角微湿的泪痕，表情藏不住心疼，寂寞冰疼，下手毫无分寸。一个人静得只剩下心跳声，那稀薄的温存就别再过问。原来爱上你真的需要天分，你就不要再浪费多少余生去等，请别说你现在还认真，用眼泪真的什么天分。